中单蓝枪打野凯隐全 AD， 对面还是个奥恩，哎呀！这一更新好像就有人老掉线儿，不太稳定。开始折磨。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。A summoner disconnected。A summoner disconnected。谢谢 E 10085给我打电话。喂，啊，等会儿啊，媳妇儿过来一下。接下电话。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。我扎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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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 A 两下，平 A， 平 A， 死！不吸了。信哥，对不起，别这样，信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哎呀，啊，可恶啊！哎，真可恶啊！干嘛呀这？那二级就往上跑了，像个人吧？啊，当个人吧？做个人吧，信哥。插个眼儿，扎，我扎，再扎，让他出来啊，把他放出来。我扎 A 两下，掏一下 A 两下 ，E 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扎。我扎。我再扎。这是旁边有人是长本事了，我一看，没事，他俩打不死我。他是唯一的幸运。我扎。平 A 掏扎。不行，小兵太多了，这。这波可能打不死了。他回家了吗？他不回家。我扎，我得赶紧吸血呀，这血没他多，先扎他一下。
超 W 平 A 一，还好啊。哎呀，不是还好，哎，这波没太玩好，其实正常我不应该死。不行，这个不行啊！我想用我的技能来躲掉他的 W 技能，刚才这一波。这把我们家阵容不太好啊，打的奥恩我得稳一点，我要打他后边打不动了就完了，稍微稳一点。一下，好。点燃扎街大招，平 A 吸造信 A 一下两下三下挑起来接扎接 A 掏接平 A 接吸，还行啊，二换二，我们三打二，二换二可以接受这波。这奥文他妈这四个头了，哎呦我天，一会儿打不动了。一会儿有点打不动了呀，这凯隐还是个红凯蓝凯呀，现在就打不动了，帮的人儿有点多，上路老来人，一整来好几个，掏扎一下，平没两下 ，A 接掏，好痛啊！关键是他有红 buff， 这是怎么着？你给我晕那儿！我去吃狗屎！他这个 Q 技能啊，没有后摇，这个英雄就是 W 接 Q 可以直接一起放啊。等到红 buff 没了再跟他打。我先扎一下，平 A 两下 ，W A 一下。好痛哦，我得需要来个人啊，这家伙来个人，还有喷迷，这赵信又来了，别急啊，先移一下。吸慢了，也不是吸慢了，这个英雄不可以立刻就吸魂，他得先等一下才能吸，这点就挺不好的。完了，
我靠，这海妖是这样出的吗？那我这长剑多出了一把咋整啊？先来个吸血鬼吧，我要直接吸再放大我们是死不了的。本来我都海妖了，他又有个蓝 buff。 哎呀，赵信真是烦死了。我就不说那赵信来多少趟了，你们自己数吧。我这团战要是能吸个奥恩就无敌了。我操！晕！能有海妖了再跟他打，就能打动了，要不然现在打不动。1225，不行啊，不够啊，钱。我先 W 一下 A 两下，扎一刀 A 两下，平 A 一下，再 A 接扣，刮痧了，看看蓝有没有。蛤蟆有，这片迷雾一次二次是打鼻，一会儿给你找回去，一会儿给你找回去，我把这波线推回去。这一瞅这是来人了呀，我这一看呢，这一看着就来人了，一回家，我把海妖除了出来，我们跟他打一波啊。我已然是海妖了。哦，这蓝枪还是可以。我好像有点无敌了啊，先抓一下他，现在已经打不过我了。掏扎平 A W 平 A 平 A 一扎点炎接大招平 A 闪现 A 接扎接平 A 走，不吸他了，这玩意儿呢吸他我容易死。一下 Q 一下平 A W 平 A 接掏接两下 A， 你怎么回事你？漂亮，我吸，嘿嘿哈，再见。
不行，我再搜一波。你跟我打兄弟，啊？我不扎你吗？哎，我不打不着你吗？我不扎你吗？你别以为你有多肉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刀可老快了，我这快刀手，飞他！锤石，哎，锤石怎么会在这个位置呢？直接 W R 过来，平 A E A 两下掏一下，平 A 接死亡。这嗨，谢谢千里快哉风，破败了，难呐！谢谢千里快哉风的飞机儿。我讨厌这个赵信，一会儿就把红拿了，还好我们家是优势。当我们17分钟两件套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是无敌了。来吧兄弟们，这波打团战我们直接起飞。你们少人呢，不可以，来 W 掏一下，先杀赵信，掏 A 一下 W 平 A 掏接吸一口接 W 再吸耶哈！希尔，有相遇，你的苦痛就如鸿毛。好，打完了，真的。我说我无敌，不信。锤石咋的？锤石一下 A 接掏接平 A 接大招接平 A 接击快快扎掏呀接大招 A 掏平 A 接吸，这波大招没打到人，哎呀这波大招放的稀巴烂，这波大招没放好，怎么往前面放了呢？鼠标有问题。这波大招如果再放的快点，我们变锤石，吸完锤石，然后再放个大，出来金克斯应该能死。2500的话，我来水银海。这英雄出血手不厉害，我发现血手不行。这片黑暗，因为这黑暗就是我。他是破败之王，他扛的是破败王者之刃，我把他除了一个，跟我打兄弟。
给我打兄弟，我到了。杀锤石，掏平 A， 再 A 接掏接闪现平 A， 再 A 一下，吸，给灯笼。怎么不捡呢？不捡那锤石的魂儿，还有个屁用！嘿，接大招 ，A 接掏接 A 接 W 接 A 接 E 接大招接 W 接 A 接掏接吸躲技能，嘿，越越啪，炸，给大招，炸平 A 掏平 A 再 A，A 接掏接平 A， 真他妈的又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我就无敌了，我看谁，哎，打装备，打装备。你大爷的！嗨呀，打装备啊，打装备、啊！这家伙给我打断了，不让我砸，不让我打铁，真可恶啊！还能打装备？能打装备啊？但是刚才不是让人打断了吗？打装备的时候让人打断了。嗯，好的。让人给勾了吧？嗯，小龙。给自己打不了，能给队友打。这应该算个 bug 吧？哎，也不算 bug， 其实也不应该是个 bug。属于正常现象。啥意思？一下 ，W 的平 A， 给大招 ，A 接点燃接掏，我死了，我死的咋这么快呢？谁打我呀？光头吗？为什么我这么快就死了呀？看来我得出点魔抗。死的有点快呀、啊，人有点多，我出个自然之力，要不自然之力，来来个自然之力，谁刀么内定啊？光头刀么内定啊？哎呦我，光头让蓝枪秒了。金克斯也死了，打不是打大龙吧，兄弟们，这完了，这再打一会儿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打不过了，那大光头一人也无敌了，也不是大光头无敌了，大光头无敌了，不就等于我们无敌了？他无不无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来打大龙，别打了别打了，哎呀，光光说这里边有死尸，这大光头可是有点不怕死，这大光头快打死一个，我吸再吸，一 W 牛接 Q 接 A 接一 Q 接大招，一下掏接 W 牛接接 Q 接掏杀，平 A 接掏接 A 接 Q 接 A 接吸
跑，躲，跑！哎，不能不能，打装备，打装备，打装备啊！叮叮叮！哎呀，这不够时间呐，这！我不能打装备，对面的英雄能打装备，我变成他了，然后我就能给队友打装备。那时间也太短了。不行，这不能打啊！我们溜一手，这不能打。哎，杀我！先跑，不赢了，兄弟，这还打呀？这不扯淡的吗？这 ADC 过来干啥来了？哎，电炮 W， 西西错了，这锤石也太低的了，给大招 AQ AW A 掏接 E。这光头打我有点疼啊，得杀着那谁呀，你得杀那光头啊，兄弟。哎，我没想点那个锤石的那个身，你知道吧，我就点右键我碰着了，我不点那锤石我给他们全收了，这个不受控制，你知道吗，他不受控制，这不是我要吸的，我就点个右键我走位A 着了，打大龙啊，兄弟们，小龙也行，小龙吧。血脉之咒不可断绝，生生不息。不是光头打你太疼，是锤石装备太脆了。他变完人不能立刻放大，他得等两秒，有两秒吸地。我要这玩意儿没用啊，谁要啊？没有人要啊，这稀奇了啊！这波我们直接不打大龙，直接来中路。还在那打团，打吧，算了，我还杀个人去吧，要省的是我操盘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杀了光头，往哪走？一刀砍掉他的头。奥恩很幼是吧？传送 W， 让我 W 一下呀 ，W 一下给你们打点装备。给他们的装备升级。